我扣钱整地还可以啦，他刚给我很多钱钱，我可以慢慢玩。恐龙死亡，靠！意外生错的弟弟死掉了，妈不是！啊，吃兔死掉了，吃兔你活多久了？哦，吃兔，该死了！一。啊，这边没有欸，糟糕！欸，不对啊，这边有盖到啊。啊。警告，正发生蓄意破坏事件。哎呦，真的有人在乱搞我的发电厂。有内鬼，遭到蓄意破坏。哦，嗯，我们之中有内鬼。了解，了解，没问题。安安喔，在哪里受损？嗯，确认工作。有叛徒啊！有内鬼！团团，团团是间谍。蓄意破坏事件已解决，要烧起来了。
这件事你帮得上忙，也应该帮忙。刀路哦。一开始我做这个是为了钱，但当我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事，那简直像魔法一样。魔法一样。这些动物的价值不仅止于财务上而已。盖个大饭店呗。啊，这边没有，没有电啊，这边。在悬崖边吗？没有欸，我是想要盖在最不该盖的地方，就是山壁边边。土石流冲下来的话，这整个不得了啊，就毁了、啊。盖两座在这边，哦，再来就是发电所、电力，在这边好了。电力解决，那再来就是上课，上课，专心上课哦。然后这边就是吃的啊、喝的啊、玩的啊，都放这边。然后这边就可以另外再规划东西了。然后要做那种防台的东西，防台。其实想盖盖看这个欸，哇，好屌，刚刚好。啊？好，边边没有。是呢，我等下如果盖这边的话，专心啊，有记录感可以看哦。好，重造手。我知道你很忙，但
但这真的是个不可错失的难得机会。是是是，您说的都是。别错失这个机会。哎，好好。能干嘛？哎，我真的不敢盖这个哎，因为我很不会规划任何东西。之前就是有人建议我玩那个啊，那种就是盖游乐园的那种东西，不太敢玩，就是因为不会规划。这个。第一次跟台。追随点下去啊追随给他点下去啊，不用客气，追随不用钱。这怎么玩啊？哒哒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边这样吗？哦，原来这么简单哦，我以为很难呢。来个 S 型吧。等等，这边盖错了，嗯，不要拆掉。喜欢一直走路，看来你的游客们也同意增加你的运输覆盖。哇，那我要怎么回去这里？轻松一点吧。点这个吗？赢。哦，这个哦。如果你们盖错了啊，就点一样点回去，然后不要选电车。太过弯曲不行。哦，我懂了。欸，那我可不可以盖来这边啊？营运。有没有？这样子。87，等一下，我这边要先规划好才能盖这个，不然会没有。要连接道路，完美，完美，超吵。看地图，轨道位连接，轨道。哦，这边还没啦，87哦，等一下我先拆掉好了。你拆掉。我们要先盖一个先。餐厅，
这是你彻底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。哒哒哒哒，哎靠！没有，我是看到玉米龙讲哒哒，啊，就刚好打哒哒，我就讲哒哒。我自己都吓到了。恐龙大餐。好啦，多一个人啊，不要虐待你。给多一个人吧，这样才有机会升级成办公室恋情。如果是两个男生就算了哦，不是算了、啊，就加油哦。好了，那再来就是，那也可以啊。规划一下哈，营运，哇塞，又够大，那这个放这边好了。当昨天泽平在打的那个渣男超人的一个 boss。对不对，就靠。像啊，乌龟。可以躲边边啊，这里。快一点点，长一点点，快一点点。科学不仅需要实验，还需要观察。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我很满意在你身上看到的结果，继续保持。电力嘛，谁要喂食？谁要喂食？嗯，我
不会先。恐龙死亡蛋呢啦，一个一个来嘛。回应喂食处补充申请。哦，恐龙，应该是吃土吧？哇，吃土你活好久哦。收到恐龙回收申请。孵化恐龙。再孵个两只吧。建立啊，这个是啥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吧。道路。恐龙运送中。哦，没电。二倍。好了。那这个可以拆了，餐厅，拆，这里，呵呵，两个傻眼，再来是礼品店，店里。我尽力了，他不让我对称，我尽力了。游客，我礼品店用这样子的吧，要。要。嗯，好吧，到旧了我本来是想要他们面对面，然后只是发现这地好像不够，因为要放陆地。有够丑，亮！超丑！我在哪里？
Hello， 水里。好扯。这份合同能让我们不要。被看到啦。你看。OK， 没开啊，我没开，我没开。我盖错了，去死吧！昨天你们都不在啊，想说，那不确定，我就不乱动东西。这就是玩具店啦。被什么挡住？对啊，原本是想要这样面对面的。你看，太狗味。还是其实可以啊。要喂食。注意。到喂食处补充申请。喂食处补给即将抵达。这到底有运作吗？有吗？有欸有欸。这我可以开。有有了。哪里？
嗯。